大家好，我是静 Nails on Richmond 的负责人，欢迎来到 Nails on Richmond， 享受我们团队专业的服务，我们在这里恭候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 Sunny，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医面部提升。我们的面部提升综合了骨骼、淋巴、穴位、肌肉等各类美容方法的长处，那么它可以协助人体恢复自然的能力，从而达到提升面部肌肤紧致的效果。首先呢，它可以改善皮肤组织的松弛老化状态，提升下垂的苹果肌，那么它也可以淡化颈纹、法令纹，同时呢，它也可以改善我们面部下颚松弛形成的松弛老化还有塌陷的问题，可以提升我们的下颚缘，也就是这个位置，可以改善我们面部，美化我们的面部轮廓，那从视觉上呢延长下巴，同时呢它也可以起到瘦脸的功效。